有哪些好的事情？我们不让说，我们不让说任何关于节目的事情，说了会被律师函警告。不过，但是有一个很想说，这舞台的，就是说呢，挣扎了很多次啊。没有任何的选择权利，确实是没有任何的选择权利。拒绝过没有用，是这样。这个，但是这个事情吧，虽然他们说不能说，但是我还是想说一下。就是别的其他的细节我，就不说了。就是，那个舞台，首先第一是我有问题，就是确实，因为没有人教，是自己练，然后我就觉得，因为咱一直以来都是唱歌不错，我就觉得。那我应该在舞上下一点功夫，然后我就特别努力的练了舞，贼努力，然后觉得哎，舞搞得还行，然后那一天呢，然后当发现呢是原唱在这儿的时候呢，我整个就是一心态大崩溃，就哇哦，然后就想呢算了吧，就再吧，人生还有第二次，哪还有这样子第二次的机会呢？然后我就觉得行，就这样吧，然后呢，抱着这样的心态，最令我没有想到的是，我们当时录了蛮久的，然后我大概是到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其他人到中间就已经上了，然后我是到最后，我在倒数第二个上的，大概是30个小时没有睡觉，然后12个小时空腹，滴水未进，到最后上台之前给我喝了2口水，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走上去的，那个高跟鞋大概有这么高。就还蛮挑战人类极限的一个节目。就已经不记得了，说实话不记得了。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我没有戴耳返，我整个耳返是挂在这边的。但是确实是，就吸取教训了，因为我一直觉得我舞不好。就是确实，我觉得我舞不好，然后因为是自己练，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抓紧时间练我的舞，然后我就一直在练舞。因为之前练了很多次也没有，就是歌好像一直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，因为节目组也审了蛮多遍的。就还，我真的第一次发现，原来我在清理的时候发现，就是3天不怎么睡觉是不会死的。后来我发现，就是人连续熬30个小时，还是能唱歌的，而且是这是空腹12个小时不喝水，好像也是可以的。